吓到发抖了。水晶吊灯剧烈摇晃摆动，就连垂挂吊饰也发出碰撞声。我来了。哇，好晃。杂货店架上商品陆续掉下来，悬挂的吊牌和吊灯也随着地震左右摇晃。惊魂夜发生在10号晚间9点19分，瑞士规模6.7，多个县市最大震度达4级，更是今年最强震。从2000年到现在，规模超过6的是23次啊，哈，那23次也就是说，平均一年呢、啊，大概有一次哈以上哈。那这一次的地震呢，是排第3呢、啊，哈。主震发生之后，9点27分规模4.8，凌晨1点半规模4.1，2点15分市井系统再一次响起，规模达5.6，有感余震3起，一夜连4震。另外，规模在4以下的余震共有8起，这一晚不少人很难入眠。2级的地震摇晃，人体就会有感觉。那2级的摇晃呢，在宜兰地区啊，2级以上的震度摇晃是有差不多有40秒钟了、啊，哈。那在北部地区啊，包括基隆、台北、新北这几个地区，甚至桃园，他们有的是差不多超过30秒，有的是接近30秒。根据数据显示，平均一年规模达6以上的地震约有2.3到2.5起，但今年总共有4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，另外规模5到6的地震也比前2年还要多。一周内也不排除还有规模4以上的余震发生，中层地震天摇地动，全台有感，但幸好并非发生在地表破碎带，否则灾损根本无法想象。三讯林家荣、李怡婷 SNH 小组台报道。